希望，回忆向往都在远方。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本节目由十七光年赞助播出，十七光年利口酒，置业要出色。当一个人成为了花少团的导游啊，求求了，不要让我当导游，是不是我是导游？希望我不是导游，希望不是我，救命啊！第一反应往往是崩溃，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我崩溃了呀！但如果导游有两个呢 ？Yes, yes， 与另一位导游会合，来开价合体。第一次七个人同花一笔钱，走了，来不及了，我走了，我真等不了了，冲啊！跟上我，快冲！在哪儿啊？腿都软了。哎，我的天哪！坐好了，老师是不是就来了？第一次上信息量爆炸的必修课，老师好。四就跟三一样，二和三都是躺着的。阿凡啊，什么东西？第一次迎接突袭考试，开卷还是闭卷？我对着抄可以吧？往下一点，注意纪律啊！你给我批错了是吗？没。让初次集结的花少团迅速建立了同学的友谊。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一下大家微信？我们要不拉个群呢？拉个群，闪亮的屁灯是？是，我是闪亮的屁灯。来屁灯，快想个名字。北斗七行。北斗七行挺好的。好，我们就叫北斗七行。好。姐姐们，听一下这条消息。他们的第一站是古老与现代交融的神秘沙特阿拉伯。七天三个城市的游学之旅。三堂异国他乡的必修课，五位状况。睡不了半点，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的，加油。花路之旅开始。陆姐，你们之前导游通知的是几点集合呀？导游通知的是七点半。为啥去这么早？我是觉得因为没有去过大兴机场，我有一点慌。我已经非常多年不失眠了，昨天一直到三点钟还在焦灼，还没睡着。我对陌生环境就会有一个未知的这样的一个恐惧。你的登机值机口在哪儿？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体航站楼，我不相信可能是一个3分钟5分钟就能走到的地方。反正我没去过，我会很担忧。这个本来应该也是导游给你定好，说值机柜台在 C2 还是 D3，对吧？明天咱们几点呀？几点集合？在哪儿集合？定个时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地标指示，我是觉得是应该有的。谢谢啊，师傅。你好，厦门航空在哪？您从前这边下到3楼，大约这个位置就是。3楼。对，3楼。好。
哎，海璐姐，哇，你这在全副武装，在三F 啊，所以我们确认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哦，哎，要不然我先下去确定一下我们在哪，因为我是轻的行李箱。好，不好意思。下行的，今天下行是里面分为好。我海璐姐跟昭仪，我们三个人已经到了。还没到的姐姐们，现在可以改一下定位，到3层的7号门。一进来就可以直接到办值机的地方。几号门都行，找到那个地方就行了呗。7、7、4、5、6、7哪呢？哪个门开着进来？我海璐姐跟昭仪，我们三个人已经到了。导游7:15到，游客在7点钟之前就到了。我人都傻了，朋友们。我定的是7:30呀、啊，你快给一下镜头，现在7点啊，也太卷了吧！我现在慌张死了。肿，我昨天只睡了40分钟，头有点晕，因为我本来也有点不太舒服，因为我比较担心就是。我怕会传染给大家，因为有的时候路不戴口罩嘛，所以我就跟我工作人员商量说，我要不要别跟他们一班飞机，或者是我们先等等看。所以今天就是主打一个全程都会有点懵的旅程开局。我现在就是希望我快点好起来。我跟他们发消息了，我把你那个消息翻译成文字，然后把那个截了个图啊，我怕他们不听那个语音。OK， 来了。姐姐怎么这么潇洒，东西呢？都在这儿呢，歇会儿。早上好，姐姐。早上好，早上好，海璐姐。早。哎，我给你们买了那个贴箱子的花露的标，这样就出来行李好找，谁的都不会丢。哇塞！来，就因为国际航班，它行李非常多，提取行李的时候，到时候长得一样的箱子，怕拿错了，拿混了。嗯 ，OK 了。弹射起步 ，Let's go。没事。咱们主打一个火急火燎。OK。嗨，到了啊！不是定的7:30吗？咱们。啊，是给我急的这一路，我说怎么都到了？导游没到？对呀、啊，慌死了我。没事没事，喘口气儿，把箱子贴上。哎，谢谢。没事，反正面都贴上。小胡啊，睡了吗？睡了。行，我是想着咱俩里面有一个人还稳稳当当的活着就行。放心。行，姐姐们这么难搞吗？不是，还没出发就要稳稳当当的活着，不是，要求不高，活着就行。我去拿车。等一下。哎呀，我来不及了。还不行啊，那得拍到。哎呀，让我给你拆吗？哎，我给你拆吧。哎呀，不是你拆吗？你看，拆下来了，来。谢谢师傅，拜拜。陈阳姐来了，走吧，迎接一下。姐，贴一下这个吗？海璐姐准备的。啊？你看你那嗓子吧，还要去尖叫。还差谁？迪丽热巴。你们有人跟迪迪联系上了吗？他有点不太舒服，我给他打个电话，去接接他吧。喂，热巴姐在哪儿呢？
啊，我在这个四层的 A 和 B 之间啊，这应该是在 B 岛台这里。B 岛台？对对对。我现在就在四层的 B 岛台。啊？啊？走吧。他们都到了是吗？都到了。啊，都到了。都到了。就差我，完了。好像热巴发烧了。啊？好像是。我也是出发前感冒了，重感冒。你现在有什么反应吗？流鼻涕。啊，流鼻涕哈。吃药了。找着了。早上好呀。早上好。怎么样？你感觉？好一点了。昨天是真的特别特别不舒服。你现在还烧吗？不烧。你带药了吗？我带了。啊，你们都带了？都有，每个人都有，给你凑凑也能就都治好了。来吧，咱们就 check in。姐姐把护照给我吧，海璐姐，把护照给我吧。哦 ，cute。靠窗和靠走道的位置，靠走道的位置都有富裕吗？现在目前的话，靠窗的话十三排还有一个。安宇，你给他选一个靠窗的，因为他有一点不舒服，有点发烧。然后我们换一个，跟人家换一个，因为你传染别人也不好。然后他身边有个我们自己的人照顾，也会好一些。行，那就 L 是要那个热巴，迪迪热巴。然后其他人对随机发放，然后我们尽量靠近一点就好。好的。得一个月往上搬了吧？我俩搬就行，你休息吧。你不能全让你俩搬，那哪能？长身体累坏了，全人俩搬着，该说我们姐姐不干活了。我跟你搬，来。文小不在这儿。哎呦呦 ，sorry， 不好意思。等一下，我来。没有，你歇一下吧，姐，休息一下。放到哪？下一位，热巴姐吧。OK， 兰姐。下一个是秦海璐，胡先煦，王安宇，赵昭仪，齐活，谢谢。咱留个念，咱回来不一定啥样了呢。啊！面目全非了。啊啊！哎呀妈呀！我的屁股！电死我呀！那我们就出发喽。怎么样？你感觉？我去给你找一个那个，我去给你找一个那个什么。我感觉你不太好。你好，那个有体温计吗？体温计，我帮你问一下。我帮我联系一下，帮我联系一下体温计。他们马上就能来。哦，我要不要现在跟你们说一下，就是那个钱的事儿？你说吧，我想听。就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就是。把吃和玩的钱都放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就统一的把这些钱给出了。还有一种呢，是每个人都平均发2000块钱沙币左右。这么有钱？然后在每个人2000的情况下，我基本上还能保证我这里能有总金额15%到20%的那个备用金。哦，必须得有备用金这个东西。但这样的话，你们就得 handle 掉自己所有的吃和玩。那如果我们集体出去吃饭呢 ？A， 就 AA 制。哦。我觉得这笔钱最大的用处，并不是说真的让姐姐们用，而是要给姐姐们一种我身上有钱的安全感。比方说，我渴了想买个水喝。
钱一个人在手里，大家会在心里想，哎，今天他买什么了，为什么这个钱没有给我，哎，这钱去哪儿了，大家就会有很多追问和疑问，反倒变得复杂了。 AA 就是个笑话。我个人觉得啊，只要在钱这件事情上没有计较，这个团队就一定是 OK 的。如果在钱这件事情有计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问题发生。这个方案大家能接受吗？可以。嗯，他俩真会算，他俩能不能每个行程都到？到210。我也觉得他们好适合，赞同，同意，同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零用钱都给你们花。对。哎，你好，咱们那个叫急救。啊，急救，急救。哦。对对对，不不，我们没有叫急救，我们只交了一个体温计啊。Oh my， 啊那个，thank you。是这个体温计必须得就是配着人出门。就是他这个不管是送药品还是什么，只要是叫了，就是这个配置来。哦好。没有说多余的怎么样。行，别把他拉走就行。啊，不会的。当时弟弟们在我面前算账，然后大夫来了再给弟弟看病。为什么突然间我只是要了一个体温计，来了两个穿着救护衣服带着救护箱的人，我当时是真的懵了，好像是一个混乱的开始。怎么说？36.8。那还算上，就你只是体感不好是吧？就其实还好，就是有些地方有点酸。好的，谢谢您啊。是，咱们登机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不要落东西，朋友们。手机、护照啊，登机牌。那我们就出发喽，走。要出国了，哈哈，好久没有出国了。我也好久了。那我们飞机，太棒了，我们现在去提行李。来，谢谢。走，出发。哎，宝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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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如果咱俩实在不行，咱们在当地找个导游。我也有这个想法，说实话。但我现在就在网上找一个在沙特的中国人，给他分2000，咱们过得苦点没事儿，你让他带咱们玩好了就行。还得让他们陪咱们转场，你知道吗？跟全程啊，必须得跟全程，要不就到一个地儿找一个中国人，那还受得了。老哥，我们七个人几辆车？现在两台，一台装行李，一台装人。哎，对对。我们现在过去大概要多久？回酒店的话，18分钟。哦，那很近。可以。对，然后我们先去那边，一会儿我们过来找你，好吗？首先欢迎大家顺利抵达利雅得，耶！接下来为大家发放这一站的旅费，要发钱了。在奥尔拉，两个巨型秋千，500；两个高空悬梯，300。你慢点啊，好可怕啊！7个滑索，180沙特币一个。黑格拉的景区，1480沙特币。哦，你看那边真的很美。暗夜观星，360沙特币。看到流星。租车的押金2000沙特币，所以我们给你们是38920。对。发财了。来了。开始喽。
全到手，今晚我们就不在这儿了。今晚我们都给他造了，最起码有地方住了，剩下的地时间。对对对，先去享受了。对，对的 ，OK， 好。德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礼物，但是需要回答完德福的问题才能够获得。超好吃、超丝滑的德福巧克力，很高兴能和花少团一起踏上丝路游学记。请问德福的品牌愿景“尽愉悦之力”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个礼物我要定了。德芙为了赋能女性力量，启动了她学院计划，助力女性提升自我。我们吃的每块德芙巧克力，不只是愉悦自己，还能助力到更多的人。回答正确。接下来所有沙特的行程就交给两位导游。好，辛苦啦，辛苦了哥哥，走吧。一会儿能不能给姐买杯咖啡上车？可以啊，我看这儿就有卖的，那我们就在直接就用这个买了。这个钱一会儿发吧，一会儿到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发。没有，我说想买杯咖啡。姐可以给你2000，姐。啊，你喝咖啡吗？我也不喝了，太冷了。直接在这儿分啊？不是，先别。你喝咖啡吗？我喝不了。你喝不了，你要喝点别的吗？我不喝了吧。或者我们先回去 check in 之后，把分钱的任务结束了。行。走吧，你现在就想喝咖啡可以买啊，没关系啊，姐。没事，我问问多少钱。不用，走回家。就在那儿叫一杯，就在这儿就有。不用，咱回家。回家有行李箱里边也有咖啡，冲就行了。哎，我姐来吗？啊，来吗？我来一杯吧，我真的忍不了了。我闻到咖啡的味道，你不让我喝，我觉得我抓心挠肝，受不了了是吗？小胡，钱，你付是吧？等于是从我那2000那里边自己付啊。2000。走了，好了。哇，回魂咖，走，我们走吧。直接先回酒店。可以。哎，有热风过来了，感受到热浪了吗？好热呀，好像来到了微波炉。这才是真实的温度。哦，对，等一下，我得先把它搞出来，它挺贵的。挺贵的。对呀。哎，那我们是怎么弄啊？你们把行李全部放这。完美。太完美了，我真的是刚刚好七个人。对，那我们出发吧，走，18分钟到酒店，好奇妙的旅行，兴奋激动，有点不太敢相信，我现在已经站在了沙特的这个土地上。哦，真的开始了，这一切真的开始了，我已经到国外了。欣赏一下风景了，朋友们。哇哦，要开始看夜景了。这没啥人啊。这里属于是比较偏的地方，市中心的北边，对吧？对。其实现在才七八点吧。看一眼。他吃我地下。对。对。嗯，本地的9:16。啊，9点了。嗯。他这个介绍。利亚德这个别值得你为他彻夜狂欢，晚餐都在10点之后。我为什么吃这么晚？早上一般都是10点、11、12点他们起床。哇，那太适合我了，这地儿。白天。原来我平时过的都是沙特的时间。啊，那外国人，马哥。来，姐有话说。你说，我帮你转达。马哥，外国人可以喝酒吗？外国人可以喝酒吗？不可以，这个直接就会抓到监狱。哇哦，就只有这一个地方不允许啊？就沙特这个国家不允许。那也好，2019之前沙特进沙特的话是女性必须有直系亲属陪同才能入境，而且女性要包得特别严实。就2019以前对吗？对。就我们如果是这么穿衣服，袖子撸到胳膊这是 OK 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的哈。这三年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是那天老师讲的他们的2030愿景嘛。对。哎，马哥，他们这里是真的能娶四个老婆吗？可以。哇！好吃。关勋，你怎么话变少了？话一直都不多呀。经纪公司嘱咐你了。哎，能不能让我多说点？让你多说点。那你咋变？你话呢？当导游压力大吗？大。所以整个让胡先煦成熟了，可以保持啊。哥你好。是不是可怕？我叫你这个了。叫姐。好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去到那边，我们可能一放行李就得赶紧去吃饭了。我能不能过分的说一句，我想在这儿拒绝吃在北京能吃到的东西。我觉得没问题啊，这肯定是这样的。哪怕是什么别的，我们去尝试一下吧。可以。我们尝试点北京吃不到的。可以。到了，应该就是那套房里头的一间。哎，你看每个窗户上面都有个树。哇，感觉还不错哎。哇，好漂亮啊！我先出去。先出去。吹吹风。哇，好暖和呀。牛啊！能看见星星吗？看不见。那不有一颗吗？哪有啊？哎，有，有没有啊？你要仔细看，有点远。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了，姐？我咋没瞅着？我咋真没瞅着呢？那不是星星吗？眼冒金星了。小胡，我去把房间搞一下。我跟你一块儿吧。谁站里边去？我去。什么东西啊？哎，轻轻的回眸，来，好漂亮漂亮！哎呀妈呀，怎么样？哇，是不是啊？嗯，像女鬼一样。我只是头发没撩好而已。你去上里边去走去。我不走，你看，这有啥好拍的？你看，哎，你这山区真好。轻轻的回头。你走太快了，一二三，走你。先自信点，不要质疑自己。这就走错一米三了，对不起。给我拍一个，我就让你想拍，前面都是铺垫。走。哎，好看，好看，挺好。这个好看。哎呦，这真好看。哎，真可以。看看给他们仨乐的啊 ！Oh my god， 好可爱，好好看呀！他好可爱，好像洋娃娃。So cute，so beautiful， 好可爱，眼睛好大，太好了！哇，好可爱！他们俩去哪儿了？Oh, hi. Hello. Hi. I'm An Yu, and I'm arrived at the booking house, and I want to know what is room number. Room apartment number 6 in the second floor. On the second floor, 在二楼. I already sent the message on booking. Okay. I will. Thank you. Second floor, elevator. Where's elevator? 我从这儿走上去看看。六号房，二楼的六号房，对。Number six， 这是空房吗？是只有啊。
接进来插线板，那线就这么偷偷的伸在外边。我就想，这不对吧？这好像没装完。没有具体地址，在这儿呢。明白。等一下，我给他问一下。算是开局不利吧。在 Booking 上订了这间民宿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要到了酒店的地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酒店的地址会出问题。This one, my home. 这是他家还是什么？哦，这是他家呀、啊。这不是酒店呀、啊？不知道呀、啊。他说私闯民宅了吗？咱？他说是，他说 This is my home。对呀、啊，他刚说这是他家。快走，快走，快走，这。This one, my home.I know, my name is, my friends are checking. Oh, they're coming. كيف حالي يا حبيبي؟ عامل ايه؟ لا، نحن حجزت الفنادق. لا، شكرا، نحن هذا انبار فيه. ايوه، بس هذا ما في انبار. هذا مو انبار؟ لا. هذا انبار فيه. هذا في اثنين، هذا اي حي، في اثنين. في اثنين حي، صح؟ ايه، فيه العارض.这个店有两个地方，不知道在哪个区。远吗？估计要半个小时。我当时脑子里就两个字儿，完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游学季的第一个小 bug， 这个一定是对接的紧密度的或者是明确性的东西。眼睛疼。大家的时间到了，到点了，太高。北京时间3:20了。这个，对，这里看着要繁华一点哎，嗯，对，热闹一些。走吧。哎，安宇，哎，走，去哪儿 ？Check in 啊？不用 check in， 直接往里进就行了。我们有那个门的密码，直接就往里进。2楼6号，对吧？对。他们人嘞？什么他们人呢？咱俩不得先看一下这个屋子。还行哎，还可以。这应该还有个沙发床。行，那我去接他们了。我也去啊。好。这俩孩子去哪儿了？
找不着他俩了。又走错了咋办？啊？他俩可能进去找房东去了，但是进的到底是哪栋楼啊？他们是进来这里了吗？哦，出来了，是吧？走吧，对，是。太不容易了，是吧？没事没事，可以可以。走吧。哇哦！还蛮好的呀，这儿怎么样？非常好，很是不错。我不知道大家真的满不满意，但是我当时感受到的是还可以。虽然所有的行程应该要交给他们负责，但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没有去过，跟我们一样，我们是一起启程的。对两个导游是没有什么责怪在的，没有，就觉得挺抓马的，没有任何责怪，就觉得还挺有趣的，反倒是像个小惊喜一样。他那应该是床架子吧？对，这个是床架子。哦，他这个没有门，只有个帘子。这里是一个房间，然后我觉得这个房间也睡两个人，它是一张大床房。哦哦哦，因为我们基本上每个房间都是两张床。哦，然后这里也是两个人，这里两个人就六个人，所以就多一个人，就看是把那张里面那个沙发床搬到主卧，然后三个人睡这个房间。我觉得可能放在里边会有点挤，就让他在这儿单着吧。那就然后我住这儿就完了，我住吧。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你们男生没有办法，因为刚好是多对，你们男生没办法分开的，我睡这就好了。不用，不是，因为反正我也是感冒，你看我也一直戴着口罩呢。不，咱还是得。其实我比较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在于我不想把感冒传染给大家，所以我想要就把自己给稍微隔离一下，所以就说我就单独睡在那儿。我不建议你住哪儿，因为那个没有门。对。只要把那机器关了，我就可以在这边。把机器关了吧。一整个跳肚皮舞。啊，一整个，那我要跟你一起睡，姐。因为他本来告诉我是九张床，所以我其实没有理解到，他把沙发可能也算床，后来算上床垫，一共只有七张床，对，所以就是没想到我们在分床的时候会有这么局促的问题发生吧。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睡沙发。然后小胡睡那个床垫，阳台上会不会有可能？阳台上有啥？有。我是觉得那里边有床垫，你们两个男孩住那个没有门的，因为女孩子没有门确实是有一点不方便的。没问题，没问题，那就这样子更好。那回来说吧，要不然。35了，我们得吃饭了。走吗？我不吃了吧。你不饿？那你不去还是就是不吃了？我就不去了。你身上是不舒服是吗？对，我也吃不下，主要是。行，我等那个他们的人一会儿上来，然后给我测一下体温。他们有药吗？他们有药，他们有医疗队。那就行。那我们给你带点东西回来吃。不用，太晚了，啥都不用，真的不用。你可以不吃，但是我们会给你带一点。那就浪费了。不是浪费，是因为想吃的时候不能没有，身体还是需要一些热量来那个什么的，就备着就好了。一点点，那我们走了。你确定你行吗？拜拜。好的，姐你在家是吧？那我大钱就放这儿了。啊，行。回来发现没了，我也没了。你姐是想睡觉的，然后你把大钱扔这儿，你姐怎么睡呀？你姐放枕头底下睡。Take care。好的，拜拜。哎呦。哎呀，这样开我有点不太放心。啊，这可以呼喊他们呢。拜拜，吃好喝好。你们肚子饿吗？不饿，我在飞机上吃过，还行。小胡饿吗？那我们吃的是不是有点不太有必要的感觉？你是不想去了是吗？
不是想去想去。那个反正最低消费1200。啥呀？什么东西1200？沙币。呀。我们1234566，我们不是一个人100吗？600块钱。最低消费是1200。你已经付钱了没有？还没付。没付呢。等等。那就别去了吧，咱回去收拾收拾吧。对。回去吧，我有泡面。我也有。你还给我塞了桶泡面呢。沈一恒，你把那个啥，谁给你了？给你看一眼，就是那样的那儿抠搜的，这阴天。那我们在附近随便找一点。你们饿？我有点饿。近，去近一点的，去近一点的。6.1公里。行。8分钟就到了。行，可以。哦，就刚才厕所，就是带洗澡间的部分，好像就两个洗手间是有的。好的，请你把那个。然后我们俩如果睡外面的话，能不能就是去里面那个洗手间洗个澡？可以啊，没问题，给你们分一个洗手间嘛，我觉得就你们两个人用嘛。他俩洗也快，5分钟出溜出溜得了呗。呀。那我可精致了。那我可精致了，你可精致你俩出去洗，你俩出去洗搓澡。哎呀，我说忘带什么，忘带搓澡巾了。哎，我带了。哦，真的吗？但我只带了一个。那你怎么？我给你剪开，你用那边，我用这边。上一边拉去吧，那谁也别想用了。这一帮东北人在这一块聊泡澡，聊得倍儿高兴。不是，新疆人还走了。我们泡温泉，我们会忍不住的，万一脱下我了，你往那一躺，我还能给你按两下。你们现在能不能买一袋牛奶？我给你搓个奶浴，奶浴还有盐，奶盐。早说有这出，后期快给他俩发做一个那个动画，那个辛芷蕾是躺在那个木板床上的，然后那个秦岚是在旁边搓澡的。东北的洗浴文化，又奶又盐。滴滴滴滴，怎么样啊？你那个医生到了没有？还好，应该就是太累了，今天晚上休息，晚上估计就会好。希望，求求了，不然我就太倒霉了。好好休息，多喝水。好的。好的。休息 ，call 我。好的，好的。好嘞，这样就大家都好拿了。刚才乱作一团，不好拿。我怎么办？我到底去哪一间？我这万一我在这儿到这一间，我给人传染感冒。那个八姐说在那个群里说，要不把房间定了，不然她不知道她睡哪个房间。咱有一个大床房，有一个大床房，两个双床房，对啊，对吧？要不然他病了，要不然不，那个不能让热巴姐睡大床房。如果她睡大床房的话，每个人进去洗澡都会吵到她。我们要挨个进去洗漱。那你这样吧，我睡那个大床房，你们两个用我那个卫生间，因为我结婚了，没关系的，因为我结婚了，没关系的。啊，但我。我们没结婚，姐。你想说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没事，姐。那个你屋里那个卫生间啊，是在你的屋里，然后外边有一个卫生间是独立的卫生间，我俩用那个吧。哦，那你们就去那个吧。对对对，那样好。哦，那我们就、那个、你们来我这儿，你们那儿对，可以，没问题。喂。哎，弟弟，是这样的啊。两个男孩现在决定了睡外边没有门的那个房间，他们睡地铺，
然后呢，那个大床房呢由我来睡。为什么由我来睡呢？是因为所有的女孩都要去那个房间洗澡。然后呢？对，然后你呢可以选择另外的两个房间的任何的一张床。行，太好了。你就直接去那个房间去洗吧，好不好？行。洗完了，然后你找个房间就睡，好吗？好嘞，海璐姐。好，拜拜。我想拿进去，我有没有烧水的机器？我有。没有拖鞋，等一下，我有点头疼啊。那就光脚 ，OK， 没有问题。然后现在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对，烧水，啥也不是，来吧。我们一个人一个人点，一个人一个人点，好不好？一个人一个人付钱，这样就不会算不清楚。对，这样就不会算不清楚。来，看你们要吃什么，我可以帮你们点。哇，这个看起来不错。对，32还挺贵。32，64块钱，你要这个吗？也行。就这个。行。然后喝的嘞？我要个橙汁。橙汁。谢谢。Orange juice， OK。酒店里面，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有微波炉吗？我刚才看到好像是有，但我不知道坏不坏，在厨房里。我问他有微波炉吗？我们要不要买一份给爸爸，对不对？一个是买一份给他，还有一个明天早上的早饭，你是拉着大家伙出来吃，还是我们买回去大家怎么处理？我们明天就吃泡面吧。阿宇，你给我看看这哪个是牛油果的？是这个是吗？Chin， 零钱，他说让我们换钱。没有，我们只有这个钱。我这有。不，你现在你会很难算哦，必须一个人。不是很难算，就是他们是你现在是每个人吗？对吧？对，每个人。有没吃？算不了。点呢 ？Excuse me， 你等一会儿，我的钱没找完呢。你已经点了。一个一个来，先来后到，你排队你怎么排的你啊？你看看你，给我找钱。Sorry。不，我可以借你们，你们还给我不就完了吗？对吧？我一直觉得住在一起玩开心的点在于说，一起去干点什么，一起去吃点什么。至于谁花了多少钱，然后说你花多少，我花多少，我觉得应该没有姐姐在意吧。哇，我们找了个这么大的屋子，好酷啊！有点室内野餐的感觉。对，阿拉伯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享有沙特国菜美誉的美食 Kabsa， 拥有中国烤鸭即视感的传统卷饼 Shawarma， 以及沙特人每天必备的椰枣甜品和阿拉伯咖啡，都是来沙特不能错过的传统饮食。而沙特人聚餐和招待贵宾最常吃的，则是用米饭、羊肉、香料等烹制而成的美味佳肴 ，Mandi。就这么坐着吃吗？除了要按照当地习惯坐在地上，用手抓着吃之外，复杂香料形成的独特口味，常常会给外乡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这蔬菜太硬了。哦，好酸呀，这个。哎呦我的妈呀！不好喝吗？你觉得 OK 呀、啊？我这一口差点没喷出来。真的吗？你尝尝，我觉得挺好喝的。咖喱粥。嘎汤吗？是不？你们都能接受啊？还行，这不咱嘎汤吗？你们能把泡面让给我吗？真的，一定到时候播的时候要给海璐姐回放那个。拒绝吃在北京能吃到的东西，哪怕是什么别的，我们去尝试一下吧。管他习惯不习惯，又不会吃一辈子。我这米饭分量也太大了，关键那个图它这个
就这么。就下次你这种饭量，别别人吃你就尝一口就得了，你就别单点一份了，浪费。我就可以省餐费了。对呀、啊，你也有省餐费，别人身上吃剩也没地方扔，就可以分一半一点。就给我了，就我就给你吧。一三五你养我，二四六我养你。等你养我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人间险恶。你玩命了吃。哎，你们谁跟那个弟弟一起睡啊？谁想跟他一起？咱仨手心手背儿，手心手背，你好。缘分呢？谁要跟你说？我们走吗？我跟马哥说一声，我们准备下去了。啊，那我们这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带回去，回去看看那微波炉能不能用。嗯，来吧，我们走吧，回去看一下。老爸姐把那个行李一弄。谁呀？我们回来了。热巴姐，哎，那个给你带了点吃的啊，我真的吃不了东西。那不吃就不吃了，就放。哎呦 ，sorry 吃了，就放。哎呦 ，sorry， 撞死我得了。对不起。苹果，给奶奶几个。花谁的钱？我们三个 AA 制。AA 了 ，AA 了几个苹果啊？是用咱们那个备用金吗？不是，我们的浅杯的。不用不用不用，这你的苹果老便宜了。真的吗？这几个是几块？我看。十块钱呗，十块钱，给你。我是劲儿，是我的屁股兜。一点也不客气，我还寻你能不能要呢，给你吧你。这能不能要吗？这挺好意思要的，这也。你没睡啊？你还咋样？不烧了是吧？还是低烧，你还是穿上点。这是床垫吗？是。呜、哦、啊，这是啥呀？那行、哦、这样的这能睡好？能睡好。没有这种了吗？再找一个、那个、这种肯定没有了。我实在不行我垫两层，把那个给阿宇。你太软了也难受吧？太软了难受吗？嗯。耶、yeah, ，这啥？哦，被，完美啊！完美。芷蕾姐她一点变化都没有，就还是那么美，那么飒。高兴的时候就是比较柔软，日常生活中的话，我觉得我是被照顾多一点吧。哦、这啥意思？明天我们9点会到一个中国快递、中国制造的地方上一个必修课。嗯，好。这个欧蕾沐浴露还挺好用的，添加四重玻尿酸，12小时长效水润，是挺润，味儿也挺好闻。小胡，干嘛呢？这个沐浴露挺好用的，你要不试试？哪有你这么安利的呀？这个欧蕾的沐浴露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来沙特，而且现在秋冬换季，我们的皮肤本来就很容易干燥，它既可以补水，还可以锁水，洗完之后还滋润不拔干。确实水润。你薄不？哪个？地上的。不薄。你知道为啥不薄吗？因为老公带我不薄。因为老天带你不薄。一个睡前谐音特别重要。跑步去了？没有，我去搞你们的早餐。啊！你怎么又不叫我？你不都是感冒了吗？我还叫你。你整得怎么样？现在是这样子，明天如果我们正常8点出发，我们9点到，然后要上到下午2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吃这顿早餐的话，他们在熬到中会很饿。所以旁边呢有一家星巴克，so if I want to order， 然后我去问了那家星巴克，我就想说早餐一个蛋糕加一个咖啡 ，45 each， 有点贵，
所以我就说我让马哥去找这附近有没有鸡蛋灌饼或者煎饼这种东西，六七块钱一个煎饼。在阿拉伯找鸡蛋灌饼是不是有点难？能找着，因为这个是马哥的建议，我问问，我去统计他们一下。Hello， 哎，欣姐，明天要咖啡吗？旁边有星巴克，我可以去买。你去哪呀？对，我去买。花你几天呢？当然要给我报销，要就要报销。好吧，那。哎，欣姐，明天要喝咖啡吗？可以，就吃一个早餐，喝一个咖啡，黑咖就好。黑咖啡嘛，然后中杯是16块钱一杯。还算16沙一杯。我跟你说，我要是要 handle 7个姐，中杯、哎。小杯多少钱？小杯便宜2块钱。中杯啊。好。赵姨，明天要咖啡吗？明天早上吗？啊、嗯。要。中杯。可以。哎，热巴姐，明天要咖啡吗？牛奶可以。要牛奶对吗？对。好。开心的小孩。问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海璐姐，海璐姐是一定要的，对吧？她就喜欢喝咖啡，6个中杯，然后一个牛奶。够了，刚好，没漏人了。小胡像，今天你要是这样不舒服，我如果去弄咖啡什么事儿，我还要先跟你说一声吗？不是，我怕你一个人太累，是不是？我还行。你放心，你有啥事儿你找我，我感冒不是啥问题，我能帮你分担，我肯定能帮你分担的。相信我。行。明天早上咱俩一块儿起去给他买咖啡。行。你说你一个人拿6杯咖啡，再拿6份早餐，你一个人拆8瓣牛奶，你把自己累死，你也弄不明白。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觉得他自己弄肯定太累了，他来的又早，然后想的事情也比较周到。哎，我们7点前出发，然后他半个小时做7杯，我就觉得来得及。6:45起床，我们7点出发就行了。安宇做的很好，他不希望他一个人把这些事儿都做了，肯定会很累。咱们虽然是导游，但是咱不自己也得玩。是是。哎呦，我靠，这床也腿软了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次是要真的带上了。我要睡了，各位。哦，你可真有意思。晚安。睡觉了，有啥事明天再说。行。哎呀，闹钟，定了吗？那我听你的闹钟了，还有4个小时可以睡。我的亲娘啊！晚安。晚安。只有燕麦奶。对。好，我让我去看一下。小胡没爬起来，本来我们打算一起来的。Hey friend, leave. Okay, bye. Oat mi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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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I need a cup of oat milk, 5 cups of Americano, 4 cups is hot, and just 1 cup of milk. Okay,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nice day.哎呀，我少买了一杯，我少买了一杯，我忘记买马哥的了，我得再去买一杯，抱歉。算了，我不要了，我得给马哥了。不行，我还是再买一杯。So can you order help me to order one more cup of Americano ice? Ice? Yes. Medium also? Yes, one more. One more cup. I think that's... Oh, it's done. It's mine. So quick.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哦，辛苦了，辛苦了。Milk, milk, oat milk. 热巴姐，你是牛奶对吗？啊，对。我放在外面好吗？哎，好的。海璐姐，哎，你的是这个。谢谢。辛苦了，辛苦了，阿姨。没事没事。哎，我闹钟没响吗？是你响了半天，你都没起来。你听见我闹钟响了吗？我当然，我帮你关的闹钟，兄弟。完全没听见啊。没事，我搞定了。你赶紧洗漱吧，我们8点准时要出发。姐姐们，时间通报，还有10分钟要出发。时间到了啊！不行，真的不行。行，得行，得行，八姐，准备好的先下楼。那个马哥已经在楼下了。好，早上好。早。我现在好像还有点不太相信，我们已经到了沙特。先把行李。哎，别。OK， 要出发了，来不及了，走吧。走，我们现在过去是35分钟，对吗？44分钟。到的话是8:57，但我们可能找那个人还需要找一段时间。这什么呀？我们是还不知道是谁呀？我们一会儿可能得稍微跑两脚，因为我们已经有点小迟到了。好，谢谢。老王哥真操心啊，天天。他真的很辛苦。马哥，你现在地址是对的吧？我们走错地儿了。我这里有，我搜好给你。是这个地方吗？对，对吧？一个地儿。OK。我看看路书。现在可能需要联系一下这个人。直接给他打电话是吧？对对对，现在给他打电话。喂，你好，我们是花兽团的，早上好哈。然后我们是要上社会实践课，不知道跟您约好了吗？我们在9点钟。多长的裙子算长啊？啊，裙子一定要过膝啊。对，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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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我们都过了啊。好好好，一会儿见。我们今天不仅要参观那个转运中心，还要跟快递小哥一起送快递，接触当地的沙特人。一带一路必修课是本季游学最重要的任务。今天第一个是必修课，参与他们的工作算游学的一部分。花少团将走进奋斗在沙特的丝路使者。欢迎大家乘坐由我们中铁18局承建的沙特第一条沙特高速成都南站高铁。这条高铁呢，蜿蜒了450.28公里。我们用10年的时间，终于修成了这一条沙特阿拉伯。现在的第一条高铁也是迄今为止最最长的。Hi, welcome. Salam alaikum. I found this book. It's your present, eh?
very good。我觉得在这儿有很大的商机。交给方。Welcome to China. Yeah. 而今天花少团的沙特第一节必修课就从这个物流转运中心开始。欢迎大家来到极兔速递利雅得转运中心。欢迎大家来到沙特。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讲解我们中国的快递到沙特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每个人都寄过快递，对吧？对。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猜测一下，去年一年我们中国人寄了多少快递呢？哇，这个好难想象哦。200亿吧，差不多。不对。少了还是多了呢？多了。少了。再往上猜。500亿。接近了。530亿。500。那么。700亿。好，那么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其实我们去年一共寄了1105.8亿件快递哦。我们去年一共寄了1105.8亿，一定是世界第一，而且我们是连续7年的世界第一。哇！那么中国快递具体领先在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国内会有购物节，对吧？对。那么你收到快递的时间，在购物节的时候和平时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但是在沙特不一样，他们下了单之后可能10天半个月都没有收到快递，这就让消费者很不满。为什么我们的快递这么慢？因为我们来之前他们是纯人工的在分拣，一个操作工他可能每天只能分拣300件快递。沙特政府呢就特别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中国快递公司就来到这里，我们要把中国先进的经验带到这里。我们看到这台大机器，它的名字叫 DWS自动化分拣设备。这套设备呢，它是集扫描、称重、量体、拍照于一体的快递分拣设备。哇，分拣矩阵，哇！差不多每天能分拣4到5万个包裹，提高了效率。哇！那像我们刚才看到这套设备，这已经是中东比较先进的了。哦。DWS， 它是100%的中国制造。啊。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转运中心每日的操作量能够超过25万件的操作能力，那证明我们吞吐量超过50万的。在报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本土的客户对我们中国的喜爱，对我们中国产品的喜爱，以及对我们中国物流公司的喜爱。所以说我们中国制造解决了沙特物流的难题。哦。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我们现在收件及时率和派件及时率已经达到了超过了99.9%。我们是2022年1月份在沙特正式运营的，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覆盖了沙特全境。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在沙特是有3个大型的转运中心，以及超过50个网点，超过1600名快递员。沙特的当地人，他们越来越喜爱我们中国快递公司带给他们更快、更优质的服务。然后反向的推动了我们中国的更多电商来到沙特发展，把中国最好的货品带给沙特人。好骄傲啊。那么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到我们利雅得市区的一个网点，我们实际的去跟随我们的快递小哥去看一下。出发。走走。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小小的分组，因为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分为3个小组去接触不同的沙特的当地的消费者。这3个快递员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跟随他们一起到消费者的家里啊，去给他们派件。那家请按照坐车的顺序，然后选出你想跟随的一名快递员。那就第一位按着顺序来吧。我们我们是第3辆车。好，那二位中间。好好，可以。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环节，那么这些货架上你觉得哪些是中国商品，请把它挑出来，然后一会儿我们进行派送。好，可是就是感觉在开盲盒，这盒子怎么猜是不是中国？这胶带是不是就能感觉不是？这个怎么能看得出来呢？大老板，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国的锡音？
对对，是的。找着一个，西医，这不是拼音吗？西医。还有呢？还有。还有呢？有哪些中国的元素？八六加八六，加八六。哦，加八六。Nice， 加八六。加八六在哪？哦，这儿，这是中国的。这也是加八六。他们说看加八六。这里找到一个，就一个吗？应该是一组就一个吧。为什么他们可以搞那么多？挑完的小组可以让快递小哥现在去联系客户。Let's go。那我们挑战一个这个好不好？挑啊，挑战一下。China， China， 八六。好，这两个一起送走吧。看我们的货物多大。绰绰有余。您学了多久的中文啊？我学了中文十几年了呀。十几年？对呀。有去过中国吗？对，去过。去过。留个学在中国的。哦，中国留学生哦。零七的时候我就去武汉了。哦，热干面。是啊。想念吗呀？想念吗？我有机会回中国，第一时间我就吃热干面。热干面。对。十二年，这算第二故乡了。是的，我就是中国第二故乡。对。也不知道沙特有没有天津人。你是天津人？对。天津呢？天津呢？天津妹。哟哟，能不来沙特阿拉伯了？这即兴来来一段相声，对吧？天津人人均会说相声，对。我就是嗓子不好。对。不然咱俩可以整一段。能不来这儿了？能不啦？能吗？大老远的。大老远的。哎呀妈呀，你们这两天已经适应我这嗓子了吗？适应了姐。我还有事儿呢。这是干啥用的？就万一我喊你们听不见，你们细声一点，哨是我啊。好。又出来半天，你们以为警察来就跑了？为啥警察来我们就要跑啊？为啥呀姐？就怕是有什么混乱的事情，赶紧找到个安全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没问题，指日可待了。我觉得指日可待了。我也觉得借你吉言了。No answer. No answer. 没有，不能直接按门铃。他们是比较注重隐私的。你直接门铃，很多人也可能会直接的报警。嘿，Salam alaikum。We are courier from JNT。Your package is arrived. Can you just go outside and pick it up?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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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We will here. Oh.哎，好好好！哇，他听得他完全懂嘞，你讲得很标准。OK， 啊，一会儿就是， okay. 那个怎么说？这是你的快递，Haguk，Fluss，Fluss，Haguk，Fluss。你确定是这么直白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哦，那个吧，哎，是不是那个 ？Hi，it's a yeah, it's a delivery.OK， Is it from China? Yes. Do you like Chinese things? 哦、oh. ，他们一般会买什么中国的东西呢？买点衣服、鞋子、耳机、玩具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里面是什么呀？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吗？礼貌吗？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本节目由十七光年赞助播出，十七光年利口酒，置业要出色。本节目由云南白药牙膏赞助播出，白药守护好口腔，花少游学吃四方。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折叠第五代，旅行实力派。本节目由无感般保护自在自由行的护舒宝液体卫生巾赞助播出。本节目由 Olay 锁水沐浴露赞助播出，补水更锁水，姐妹出游美。上芒果 TV 搜花少同款，逛独家好物。不要闻，闻这鼻子呀！哦，Let's see。哦，有那个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酷！可以了，可以了，别拆了。Thank you。到了。Hello， 斯拉马里贡。斯拉马里贡。沙特人。Hi，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Mashallah, come from China. Yes. From China. They want to know what you buy inside. You can open this one? Oh, okay. No problem. Oh. Open this one. It's China technology. 真的需要这个。It's very good. It is good quality. Mm. And the price is good. 对。And my car is from China. 我们中国的车。Good choice. Good choice. Yes, this one is very happy to...We come here to my house. Okay,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不是这车呀，姐，这是他的车。开门你就走了。那个人在前面懵了，心想啊，这他刚说完那是他买的车。他买的车。他说，转眼就拉人家车门，看着我车吧。我把这个带上。Cool.睡觉，走走，看了还有一分钟我们就到了。啊？什么还有一分钟 ？OK。刚要走一下。我擦吧 ，BB， 坐倍直。OK。下车吧，姐，我们到了。好啊。Salam alaikum， Adi， Fulus， Fulus。哦，谢谢。Shukla. Do you need open? Okay, open. 我们来。找地址搞找不定。干活中国女人开快递绝不服输。哦，拖把 from China. Yes. Do you like made in China? Yeah, I like. Oh, thank you.平时买的中国产品很多吗？ Yes. 是的啊。每周都有买吗？嗯、哇，为什么 ？Why？ 这是嘞，这里啊，这里啊，就是这里啊，快送，对。中国速度很快。你是做什么的呀？平时。他正常的一个小店，然后他买东西啊。Oh. Hope you like it. You like the Chinese service.Welcome to 中国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China. Shukla. Masalam. 你不觉得在这儿有很大的商机吗？你说在这儿啊？在沙特。沙特啊？啊，我告诉你，在沙特干什么？太热了，沙特。在沙特就搞电商。因为他们这是刚起来是吗？一定的。姐，第一个拍的戏叫啥？第一个啊。哟，那可早了，丑女无敌，真的假的？演一个塑料纸的 star， 真的假的？真的，我看过丑女无敌啊，你真的看过啊？那是我小学的时候看的啊，真的吗？真的，别聊了，我真的看过那个。我跟你说，丑女无敌是我在国产剧里面看的，可能是前数一数二的早的几个戏。你演几年戏了？我，今年第五年了。第一个戏是啥？第一个戏叫《闪光少女》。哦，我初中的时候就看过这个戏。哇哦，好巧！闪光少女，我知道。你演谁呀？我也演一个大明星。就是一上来没戏演的时候，都演大明星了。没毛病。没毛病。谁也不能说咱。小胡。赵姨。哎。看视频。嗨。大哥。怎么样？你们结束了吗？到了。是回去集合还是？我们去转移中心集合。好的。OK， 一会儿见。拜拜。拜拜。
小胡，除了你们三的那个小组，我们另外两个小组现在回那个转运中心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在转运中心集合哈。好，你们结束了吗？没有，我们现在有阿拉伯人在做客。你们在一个阿拉伯人家里做客？对。行行行，一会儿在转运中心见，好吧？好。他们能不能去做客？咱没邀请他哈，咱问一句好了。咱也应该问一句，我咱能去你家做客吗？喝口水 ，water。I live in China for 13 years. 您在中国住了3年。三年。Because my wife from China. 他老婆是中国人。中国人。I got my son. OK. Sure. 好哎，这是我们中国的女婿。对，中国女婿。对。缘分来了呢。Hi. Hi. His name is Faisal.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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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帅哥 ，He can't speak Chinese. 你好啊，你好，有点害羞，腼腆了。你几岁了？八岁了。Okay. I think I need to do coffee. Okay. Okay. But what? 好的。对 ，I have coffee from China. Yunnan also. Yeah, Yunnan.云南咖啡。哦，云南现在咖啡种植产业还挺好的。嗯，哎，也很特别。我们在阿拉伯人喝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哦，哎 ，Thank you. This one Arabic tea. Yeah. Thanks. Thank you. This is for you from my from my hometown. 天津。天津。Yeah. 天津。Yeah. My hometown. Yeah. I go 36.City and town. 36 city. Yeah, yeah. Oh, that's pretty much. Yeah. Wow, 这么多城市。我都没去过这么多。我也没去过。Thank you. 这有点米的味道。嗯，对。很香。对。很香。这个能闻着味儿吗？能。你闻不到吗？啥也闻不着了。到嘴里面有一点微苦，我的感冒已经进入到没味儿的阶段了，我喝的跟白水一个味儿啊。二瓜沙板，对啊，这都是中国的中医。But need oil, you know?想知道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那今天就结束了，我们就走了。拜拜拜拜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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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下次再来沙特，回国见，回国见，拜拜，加油，拜拜，走吧。
不如我们下午是几点出发呀？所以我们现在是还是打算先回去一趟，收拾行李。所以我们现在是收拾的是什么行李？原来不是说第二天早上8点拉走吗？就是现在是把总体的行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我们落地之前都用不到的行李，一会儿出发的时候他们就装车了，送到第二个城市艾奥拉，我们这样就没有托运这个部分。我想询问一下，每超一公斤现在是多少钱？这个38.1，38.1对吗？对。我当时就还是要先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姐姐们的超重是我们后面的钱没有办法覆盖的话，那要怎么办？所以我就也询问了在这里的中国人他们的租车价格。马哥，你们那边现在就是提供的那个车子14000的话，咱们在沙特境内这3个地方，包括我们每一次转机的行李，你们就解决了，对吗？没问题。好。性价比来说，我都觉得马哥是一个比较相对可信赖的选择，后面所有的开支就都富裕了很多。开收了。嗯。我得把这个箱子留在身上。哎呦，那我就是个大工程了。哇。哎呦，还有睡衣。哎呦，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活儿啊。现在就想明天穿啥拿出来。我这真没明白到底是怎么个流程。其实是可以托运过来的，我们的也不会超重。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就能嘎就晕，一团乱呀。就这些箱子这些事儿真是麻烦。哎呦，我从哪儿开始下手啊？密码不知道了，我打不开了嘛。行程安排上，临时变化上。是有问题的。他安排行程的时候，我也是跟着姐姐们一起知道他安排的行程的。就我不知道，我其实有点没懂，为什么现在非得放箱子了？啥意思 ？Thank you for coming。好了，我们真的有了 fashion show 了，全世界人一家的感觉。I'm from China。Let's go。不错，这地儿哈，我喜欢。哇 ！Let's go！ Go go go！ 哇，好厉害！ Yeah!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呢。这边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嗨！嗨！快来，朋友们，真正的老城。这好浪漫，是不是啊？小谷啊！哇！哇！有星星哎！漂亮！暂停营业呀！不可能，质疑我导游的能力。没人质疑。因为我以前没有干过这些事儿，直男呢、啊、不太了解女人，这怎么玩啊？不想玩了，是什么事？知道女人的需求吗？你想给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姐姐们不是很满意，不满意也是真的不满意。我都跟你说了，你非说从那儿走，又是我的错。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也不会问我的意见，我是不是也会有我的想法？累了。去山顶晒月光，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鸽子。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惊喜互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参与节目话题讨论，和花少团一起研学丝路之旅。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特别合作航机媒体云端杂志，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潮流引力场大悦城特别合作百度网盘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湖南天虹检票集团。